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使 Oli， 我们回来了，回来了 One Shot， 然后你还在那里吗？我在这里，又来了，周围一片漆黑，这么黑，灯泡都无法照亮，这应该是指我把游戏关掉的事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，我有点不太记得现在要干嘛了耶。啊，对，我们跟那个通知，然后我们要去找最上面的人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一台咖啡机几乎是空的。那另外一边呢？擅自闯入要借书卡，什么？进一步访问需要借书卡，但我没有借书卡，我从哪里可以得到借书卡？这个问题应该问图书馆馆长 George。让我打电话给他，他刚不是打过然后不接吗？还是是另外一个人吗？我不太记得了。嗯，不接呢？他没接。我想。你确定不能直接让我进去吗？没有借书卡就让你进去违背了我的程序。那么即使是有紧急状况，我的程序没有那种弹性，我可没有被治愈。好不，还是不会跟别人借。我在喝第三杯了，我的四肢没感觉。你喝的不是咖啡吧？但我必须醒着，我要知道这本书的结局。诅咒那个作者，还有引他引人入胜的故事，好吧。电脑，我们跟大家都讲过话了吗？还是我可以跟别人借图书证？这讲过了吗？这看过了吗？哎，那边有个小人躲在这里，是不是在翻书？哎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过不去。你书看得很快，事实上大部分都是图片哦。作者不仅写书，还画插图，赞哦。嗯，换人了。晚间新闻，晚间新闻，你要买一张吗？不，报纸是大人看的东西。大人？是的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不是小孩的人。小孩？你不是小孩吗？我是机器人。对，我们去跟别人借一张证，然后再去回来找那个小妞拍照，是这样吗？谁会愿意借我证啊？我是不是走错了？我这边认识的人啊，我们是不是要去工厂？工厂里面啊，对，工厂里面有一个认识的人。在最里面这个人，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吗？是的。你知道我要怎样才可以弄到一张借书卡吗？一张借书卡，这个你要去问图书馆。我已经试过了，我需要去见图书馆馆长，但是没有借书卡就没有办法见到他。但是与此同时，他还是唯一负责办理借书卡的人。真的？嘿，那听起来是 George。很遗憾，你要在这么不巧的日子去找他。嗯，等等，我想到了，我可以把我的借书卡给你。对我来说，要去办一张借书卡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哇哦，多谢了！你瞧，我觉得你们已经准备好了。等等，糟了，我忘了，图书馆前台机器人有脸部识别功能，而我借书卡上面的照片与你的不匹配。除非我在你的脸上贴一张我的照片。开个玩笑，谁知道呢？说不定你运气好，机器人让你通过了呢。哪怕最糟的情况，你总能找到地方拍张照片。好，我看一下哈，我们有了 Keep 的借书卡，上面写着 Keep Silverpoint 博士。哦，有耶，有一张 ID。 那我们回去找刚刚那个小妞。
这里这里，你是为相片而来的吗？其实是的，我需要拍张照，为了某个原因。好消息也有坏消息。好消息是摄影宗师就在我们后头，坏消息是他不能用了，对吧？呵呵，你还挺聪明的。 Barnes 的工作结束后，这个地方关闭了，所有工程师都失业了，变成街头小贩。可是幽灵和我可以从他们之中弄清楚。很好，过期的 ID 肯定能帮上大家，就像我。什么意思？我要再跟每一个小贩讲话是不是？你以前是负责照相机的工程师之一对吗？照相机，哦，美好的回忆，我们曾一起同甘共苦。我是说搞清这些薄薄厚厚的透镜。诶，我有诶，这些透镜。凸面要放到其中一端，我先写下来。嗯，要在一端，然后但不记得是哪一边。好，我们再去问其他的，这边没了。你还记得怎样让照相机工作吗？让我想想，在放置透镜的时候，一定要确保薄的在两片曲的之中，厚的要放在两个弧面透镜的左边。还有小贩吗？哎，很抱歉闯入你家，我们没有毁坏任何东西，但是幽灵说过，因为某种原因，我要拿这些塑料盘。你要把它们放回去吗？没事，拿着吧。反正我也不可能，我也可能修不好那些相机。好，所以我们有允许了，所以我们一开始拿到这些镜片的地方是他家就对了，废墟呢？后面，哦，是这一台啊。有嘞，我修好了。下一个，耶！哎呦，我的眼睛，有照片了。我的照片，我的眼睛一直都这么大吗？对哦，我们看一下他的照片怎么样，在这里 ，Nico 的照片不是吗？我们看一下，可以看吗？哦，好可爱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跟胶水，对，然后黏糊糊的照片，然后跟 Keep 的借书卡。好，现在是我们的照片了，现在是看一下，有我们的照片在上面了，这里这里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好可爱哦。诶，所以这些房子是可以进来的哦，我都不知道，我以为是装饰品而已。哦，你好啊，你有这么多鱼？是的，我担心他们。哦，我听说关于方块粒子的东西从主管道跑出来的事情，我认为我应该在我还可以做到的时候利用自来水。哦，这个是水槽，一个大鱼缸，大鱼缸。好好，可以了。祝您今天过得愉快 ，Keep 女士。或许我应该把名字也换了。可以喽。一棵小树跟一棵小树，到处都是电话。
哦，它是骰子吗？你好，你肯定就是救世主。见到你，我太开心了。我也很开心见到你，女士。那么你是来检查档案的吗？我可以带你参观一下。实际上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能告诉我接下来怎么做吗？我觉得我应该进到塔楼里去。好啊，你知道我应该怎样才能进去呢？不，啊，糟了，我觉得任何人都不应该进去塔楼。我是说，里面有个小房间你可以进去，但是没有楼梯或电梯或其他东西。如果让我猜的话，你可能需要天使幽灵的帮助。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进去。以我的经验，这类知识通常只会记载在某本神秘的书籍上。我看到一本书在发亮了，这里。但我之前也没有读过这类的知识。他的骰子会跟着他的表情而变呢，好厉害哦！但我没有，对不起。好，一本书从书架上露出来。哦，再次拜访了伟大的先知，收获颇丰。他看起来无比兴奋，他告诉我今天获得一次救世主即将到来的启示。有，很遗憾的Riches 是谁啊？只有办法让他住手，并交换了笔记。他就一直非常注意记录。Calamus 有好像有看过这个名字，是不是？但我也不记得了。三叶草标记竟然代表它是这个作者写的哦。他不想告诉任何人他的名字，所以他用这个标记标这个符号标记了所有的作品。哦，那我们身上那一本书也是他写的咯，随笔哦。我喜欢这种小插画的感觉。9104522星期三，另一个我桌上的物品静置的写生哦，依然画的不是很好，但至少西六法可以认出他们是什么。然后9104523星期四，各种草图练习。嘿，我觉得这本书实际上是关于三叶草的。虽然它的色素主要是黑色，但是在太阳光下，叶子会呈现出不可思议的彩虹色。这些稀有植物大多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，甚至在 Barons 的金属沙地和岩窟的气候能够茁壮生长。而在 Glen， 它也可以在不与苔藓争夺资源的情况下，直接在苔藓层上长生长。透过化石的放射性碳检定年代表示，这些植物可能是在我们的世界产生的最初的生命形式。哦，好猛啊！看一下，冰箱里塞满了瓶装水和外卖盒。松散的笔记，这是作者寄给我的手稿。作为图书馆馆长，帮他出版是我的工作。最近他没有寄给我任何东西，不像他的作风。我是说，给了很多时间处理积压的工作。说实话，我的进度有点落后，哈哈。他的工作真的很快，我明白了。奇怪的一点是，在他停止寄东西之后，我还一直一本接一本的出版书籍，对吧？但那堆手稿似乎没有变少，一点也没有。天哪，你觉得我会发疯吗？哦，这个是要出版的。他都写所有的内容，好猛哦！工作。我把我帮他发表的所有作品的副本都放在档案室里，你想要的话可以读一读。其中一些还有插图呢，小孩都喜欢插图，对吧？打印机。更新数据库的事情。走另外一边。好，博士团队表示对他的治愈并没有必要。无线电信号放大器，
欸，这不是那个吗？就是先知，嗯，有床欸，有一本书，但是他深信多元宇宙理论，关于并行宇宙的存在，他把这种可能比作掷骰子。最近我发现这个理论越发地可信了，但那时我并不能确切地描述那种情况。即使如此，我仍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它写了下来，毕竟这是我向他表达尊敬的唯一方式。有六个面，你遇到的是哪一个呢？好，现在他不让我睡高高，但我们知道那个床在这里，所以书不在这里吗？我们再跟他聊话聊天一下啊。我们身上有一本书，对不对？有关任何书的问题都可以交给他。我觉得他是用一些我不认识的字写的。哦天哪，他是一本书，但不是一般的书。天哪，你在哪里找到他的 ？Barons 的某个地方。哦，我保证。哦，我们在保险箱里发现了他，是吧？天使幽灵，是这样吗？这样的话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需要借日记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准备翻译他。哦，真酷，但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。好的。啊，我加巴西吗？应该是不好意思吧，应该是 excuse me 的意思、啊、他讲他翻译错了。哦天哪，你看起来真累。是的，有点。不用担心，客厅那边的阁楼有一间客房，你可以去那边休息一下，小息一会儿。好，那我们就去睡觉觉。好啊，睡吧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开重新开一下游戏。哦，这是吃完松饼的后续吗？哎，嘿，幽灵。我猜你看到我的梦了。是，那是打起精神，我们走吧。好，哎呀，休息好了吗？嗯，很好。顺便说一下，我完成了日志的翻译。好快啊。哦，真快，真的才过几秒而已。哦，你刚刚出去了一下。无论如何，这本日记应该是写给我的。在这，你自己看。啊，你好，天使幽灵。如果你终于读到了这里，这意味着你已经接近塔楼了。这座塔是神秘本体的领地，那东西和世界直接连接，你可以姑且将其认为是世界的精神。它没有外形，但它可以通过电脑和其他机器进行交流。当然，你知道我在说谁。当你和我们的救世主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毫无疑问立即和你们接触。他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引导你们走向塔楼。塔楼的入口在他的底部，想要进去不仅需要你的太阳，还有三片以前太阳的碎片。在那里，救世主什么都做不到，而你，天使幽灵，在另一方面，观察地板上的图案，按上面的指示行动，窗口会消失，所以你要把窗口找回来。这是所有的吗？是的，剩下的书页被撕毁了。我猜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吧？不知道。我想知道窗口意味着什么。
啊，我觉得天使幽灵会需要弄明白这些的。这应该是指游戏的这个窗口吧。顺便问一下，三片以前的太阳碎片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有这个太阳。哦，当然，这表示你需要含有黄色荧光体的物品，它们能发光很长一段时间。嘿，我有一块琥珀跟一根羽毛，它们都发出黄色的光。啊啦，只有两件。你看，你还可以拿这个。哦，它看起来像我是吗？嗯，现在你也有了图书馆的小纪念品了，谢谢。没问题，看起来你已经准备好了，祝你好运。他那样抖一下，我每次都会觉得好像是要坏掉了之类的。嘿，你回来了，你把电梯修好了吗？嗯，幽灵和我已经去过地面了，而且我记得这是间咖啡厅。你有薄煎饼吗？当然有。啊，稍等，我没有钱。或许我可以帮你洗点盘子，或是干点别的。不不，这是免费的。这是我力所能及为救世主做的事，对吧？为何不坐下呢？我去为你煎一些饼。煎薄煎饼哦！等一下来做个薄煎饼来吃吧。这些薄煎饼很好吃，非常感谢。不客气。你看起来很饿。是的，我觉得这会是我进入塔楼前的最后一顿饭了。哦，我了解。那么我猜薄煎饼是你最喜欢的食物。差不多。这世界上我最喜欢的食物是我妈妈为我做的特制薄煎饼。她喜欢挑选一些榛子，磨碎成粉后加到面糊里。哦，哇哦，听起来真不错。它们的味道很棒。每当我难过时，她却为我做。或者感到孤单时，或者妈妈，我真的很想她。我就是突然有点难过。我来这里是为了拯救世界的吗？人们说太阳也不是万能的，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了。我就只是想再见到我的妈妈。乖，一切都会好的，而且我相信你一定能拯救世界的。你是个坚强的孩子，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了，不是吗？是的，但之后你肯定能够回家的，不是吗？是的。嘿，还要点薄煎饼吗？不用了，我没事的。那么，谢谢光临。谢谢你听我说这么多，还有谢谢你的薄煎饼。别客气，祝你好运。好，我们有 pancake。我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成就。好，我们还缺中珠的。No, exhausting all possibilities already. Heard realms with ease. 还有一个隐藏成就，该不会是二周目的吧？看来这个就是塔楼了呢。好，听说是要在这里按下与这个符号相同的右上角的叉叉，那么我们就待会见了。